那理想型是不是？Maybe 是像，好，因为我是因为看电影我喜欢他，这杨幂那种吧，杨幂，第一题欧阳幂跟安以爱，三二一，安以爱，好，那安以爱跟蔡佩萱，三二，安以爱，好，安以爱跟张雨容 Sammy。张雨农跟小黑米蔡心妍，他结婚了哎、欸，他结婚了。没有，我的理想型。哦，好，那就蔡心妍。好，那蔡心妍跟吴卓源。蔡心妍。哦哟，蔡心妍跟杨幂。杨幂。哦，杨幂跟孙盛希。杨幂跟孙盛希。对，这个完全不同哎，要怎么选？好，杨幂。杨幂跟蔡依林。那当然要选蔡依林啊。蔡依林跟桂纶镁。蔡依林跟桂纶镁，蔡依林啊。蔡依林跟安心亚。三二一。好。蔡依林，对对对，蔡依林跟筷子子鱼，筷子鱼，哦，哦，我刚说姐姐嘛，喜欢姐姐，对，好，那蔡依林跟徐伟宁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、完蛋，我觉得这一波完应该不用混，不会啊，要不然徐伟宁跟建安哥，哦耶，那我要选。好了，我要选建安哥啦，来不及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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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理想型就是徐伟宁胜出了。耶、yeah,